大家好，我是草根小陈。今天是解封的第三天了，现在的情况就跟完全没有发生过什么一样，路上恢复平静，商铺里、饭店里依然坐满了人，路上也是人来人往的。村里的核酸检测点依然还是有核酸检测的，只不过说现在没有用喇叭在喊，那种大规模的宣传已经没有了。只不过广州的温度现在下降了好多，最高温度也不会超过20度到22度，还是比较冷。真的进入到过年倒计时了，路上大部分人都戴着口罩，但是依然有一些人还是没有戴的。吃饭呢，吃饭呢，今天还要出货是吧？我问你一下，我们现在解封呢，跟之前没解封，你有什么感想？解封之前呢，天天心里压力很大，就想着哎呀，仓库也搞不到，厂里也弄不好，本来想到了15号就准备回去散了。现在解封了，那肯定想做到年底。我们有一个朋友，他刚刚回去，反正这边也解封了，他厂里还有好多货没有发。他说住家隔离7天以后，他又要来广州发货。现在在家里隔离，隔离完了，然后又回到广州来。啊，这就是无奈，做小老板的无奈。